天地间有一神秘图鉴，名唤河图洛书，如天下大势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，此物每逢600年便会刺散天地之间，届时天柱无以立，地为无以张，纲常错乱，生灵涂炭，人心受到混乱侵蚀而魔化，历史进程将被改写。更有甚者，天崩地裂，时空扭曲，尧舜时时日并出，洪水滔天，夏桀时暴虐荒淫，违尊命贱，商纣时封神之战，山河震旋，乃至春秋，礼崩乐坏，颠倒纲前，皆与此物崩碎有关。而这一次崩碎，则发生在东汉末年。今赤壁之战，无疑一孤。丞相何出此言？将军所言甚是，今日必报仇。今日幸得二位。哈！燕人张，常山赵子龙，奉君。尔等。王龙，边军破。万某奉军师将令，今日天不住，丞相待我不薄。你一熟读书，可还记得？也罢。哈站住！是你，周瑜？正是我。灰飞烟灭。我早说过，关羽会放过曹操。多亏了你的情报。那么接下来只有你和曹操都死。是谁胆敢在这？是哪儿？我怎么在这里？是你的梦境，你被困在梦境中。原来刚才是一场梦。我需要知道你的名字才能。请告诉我你的名字。城外有敌人入侵，快去重镇讨伐吧。啊，随敌方来袭，准备应战。准备好了，开始战斗吧。武将能量满了，释放技能可以快速清除敌人。有新的武将加入了我们，快去看看。点击打开武将选择界面，小菜一。点击一键上阵，快速上阵武将。
可用技能进行攻击。长每天都有一次免费招募机会啊。攻其不备。有新的阵位开放，点击打开武将选择界面，点击上阵武将，进行武将养成，给我们的新伙别偏心哟，点击升五级可以快速升级武将哟。攻其不备。攻其不备。燕归巢。